吃吧。我去看看保险里面有没有食物中毒的一项。坐下。吃啊！好吃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尝尝，真的好吃。来，呸，好吃吗？韩秋露，恶心死了。你慢慢品尝吧。什么鬼？我先去上学了。这么难吃，你给我吃！听说了吗？什么什么？快说！韩七鲁家公司出现大危机，股东们都吵着要撤资呢。没想到啊，韩家企业就这么倒闭了。倒闭了？对啊。不是吧？韩七鲁家这么快就完了？怪不得都说安初夏是个丧门星，真是谁站台谁倒霉。真可惜了，韩七鲁一下子从王子变成了青蛙。就是。